眼镜仔，比赛吧。是要比什么呢？当然是自行车咯。最热血的对决，对手是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超级这宅男，发掘潜能。我决定加入自行车竞赛社，全力冲刺。要冲了，小野田！这是传说中的高回转速爬山法，好惊人啊！我已经拥有结交朋友的工具了。走了，好，一起奔驰。新番动漫季《飙速宅男》，8月5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，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